一二三，千万。摄影机拍的还真是挺清楚的，这是一块红皮子的和田玉的籽料。你可以看到这个，从反光面上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有那种跟人的皮肤一样的这种皮肤毛孔一样的这种质感啊，我们在籽料里面也叫毛孔。有这个东西就代表着这块玉是和田玉籽料的。它这个是。换这边看，你看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每一个毛孔大小错落不一致，它显得就比较自然，因为它形成过程它就是常年形成的，所以说它肯定是这种自然一些的感觉。你看这个就是反面教材啊，这是反面教材。因为籽料贵嘛，所以说就高仿，很多人就做，因为我是放大了，其实你要细看你看不出来。这个我跟你们讲，是一个仿毛孔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毛孔是后期人工做出来的。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它跟那个前面那块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大小错落，虽然说也有这种不一致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这种小小的凹面，它的边缘棱角是特别利的，所以说这个属于是人工的滚出来的滚籽，所以说这种属于是造假，那大家就可以看清楚一点。拜拜。给你们听一听我们这个地方风的声音，看到没有？听到了没有？风的声音太美妙了，大自然的声音。看一下天上圆圆的月亮，看到了没有？特别漂亮，现在风亮亮的刮得特别舒服。